厨房的话都是灰尘，有蜘蛛网，也要抹一下，是灰尘，哎呦，好多层，好多层。像这个厨房的话，地要扫一下，然后这些碟啊都铺满尘了，好多碗啊，好多锅碗瓢盆都要洗。然后现在的话就开始清洁我身后这个院子吧，把这个院子搞得漂亮点。清洁了大半天，差不多把这个厨房清洁完了，看一下清洁后的样子。这个炉啊锅啊我都洗过了，很干净了，比刚开始干净多了。然后这个桌呢我也抹过了，最花功夫最大的就是这个橱柜，之前里面都是灰尘，然后我洗干净了。把那个洗干净的碗啊、锅啊、瓢盆啊都放进去。那这里是放喝水的，这样就可以用了。之后的话，我再看一下有什么要补的。反正，应该可以用了这个厨房。好了，这个厨房清洁就差不多了。不过还是空空荡荡，应该还是缺点啥东西，反正以后用着吧，用啥缺啥就买啥，然后添置点需要的东西。忙活了一整天，把一个原本满是灰尘啊、蜘蛛网啊、沙石啊的一个很旧的厨房，清洁成一个很干净的厨房，可以用的厨房，就感觉很有成就感。然后就很高兴，难怪网上有些人说呢，就是劳动可以分泌一个人的那些什么多巴胺啊之类的，总之就是可以让人高兴了。的确有道理，的确有道理。反正我现在是蛮高兴的。今天那个厨房终于清洁好了，然后现在的话，我就去买菜，然后把那个厨房利用起来。刚刚从外面买菜回来，然后今晚打边炉，看我都在外面买了什么东西。有香菇，有莲藕，有西红柿、胡萝卜，还有那个火锅的一些肉啊、肉丸，还有包菜，还有火锅底料。那个今晚吃火锅啊，先水管。然后再放火锅底料，再吃肉，再吃菜，再吃面，满满当当啊！今晚吃个满满当当。好了，水滚了，把这些肉放进锅里面去。放进去了，先把这些肉丸啊、
滚一下，嗯，对呀，滚一下，滚一下，然后等一会儿，这个火锅底料早知道就不放了。我把表面上那些辣油都渗出来了，你看红彤彤的多可怕！吃了一整晚，终于把火锅吃完了，然后现在好饱啊，现在就睡觉了，吃饱喝足。